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1 Patrick 尹浩宇，请多多关注 So COSMO。今天的造型就是 Valentino 2022的早春系列，这个就是经典 V logo 的夹克套装，我就搭配跟这个同样的颜色，叫做One Step 的鞋子。这个包我觉得很适合每一个场景，不管你要去一个时尚的活动，还是你要去工作，还是在日常生活带的话，我觉得都很适合，因为它是那种比较经典的设计，比较优雅，不管穿比较疯狂的衣服还是简单的衣服，我觉得都很适合。我个人的话喜欢比较简单的衣服，有时候我就穿一个白色裤子，然后一个黑色的上衣，然后一个长的外套就 OK 了。羡慕吧。冰冻冻跟雪融融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所以就是很幸运。我知道就是特别特别难买，然后我朋友就送给我。我以前试过了速度滑冰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有摔倒大概100次，但是很好玩。还有那个滑雪，因为我看了谷爱凌，我看了她的视频在微博上，然后我觉得很酷很酷，就是她能转圈，就是特别特别酷。我那天看了李默跟刘玉他们玩那个冰壶，觉得那个也其实看起来很好玩。我那天其实很开心，因为我那天在了 CCTV 的大楼里，跟大家就是在现场还有直播的朋友们一起过年，其实很开心。我那天过年的时候在刘宇的家，跟刘宇散播跟小舅一起过年，刘宇的家人做了很好吃的餐，有点难选，我想一想，饺子吧，我们就是自己包饺子，然后就自己吃，就是第一次吃自己做的饺子。我很喜欢我那天听到严仁中的晚安，这个很好听，毛不易的舞问，这个也很喜欢，不能说的秘密，听说有一个人刚刚 cover， 是谁呢？可以去听哦。对，